应当不管你是啥钢铁 V 歌手身份回来啦！我记得是去年嘛，台北电影奖还入围最佳女主角，因为鬼片，对不对？李伟乔啊，不是李伟乔，是女朋友的，我做女朋友的太太的，我太太的。直播又不能人面鱼，你这样心机太重了。顺便嘛，不要这样，现在到我很行。那我也祝你早生贵子。好，我今天你不要三句话就得。好，老来得子。好，老什么老来得子？美女帮我大你三岁而已。许若瑄加盟索尼音乐，并推出台语歌曲《把郎》。哎，记者会上派出11位师兄到场，欢迎这超大咖新人。我大学的时候是主修学妹，然后出社会是主修姐姐。如果有幸，就可以来写个这个解扣。解扣？对，解不是解扣，不是解扣。不要讲清楚，我觉得你的发音有一点奇怪。我觉得 Sony 的怎么才？我才觉得你奇怪。出道前他们可能都还是上辈子。真的。而许若瑄老公因疫情因故不便到台北，也以 PCR 的方式惊喜现身，瞬间逼哭他。一个半月没见到。对啊，然后现在回去新加坡还要隔离14天，然后回台湾要隔离14天，所以这个往返就是一个月。其实远距离最重要的是你要一直跟对方分享你发生了什么事。就给彼此安全感，你不要彼此不要没有交集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每天从早到晚我在干嘛，我都会跟他说，然后拍很多照片给他。你预计今年都会待在台湾吧？啊，我还有老公哎。我相信天气热起来就会好了。一定很多东西事情不能做的。比如说，对，拥抱。因为昨天晚上我才在家里流泪，因为昨天晚上新加坡最新的规定，所有无论你从哪里来的人进新加坡要隔离14天，然后也是昨天的规定对吗？昨天下午有新的宣布，就是所有的境外人士不可以来，所以我老公想来看我也不可以来，所以就有一种怎么会这样。对，有时候他小朋友长大得很快，然后他有时候讲说哇，他说老婆儿子长大了，我都会整个眼眶都会觉得就好久没看到爸爸了，这样小朋友很久没看到爸爸。新加坡幼稚园的同学有录影给他说你在哪里，我们好想你哦。然后他我也帮他录了一个，我说你要不要跟你新加坡幼稚园同学讲讲话，他就说大家我因为新冠状病毒我现在没有办法回来新加坡上学，那你们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，拜拜。